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周柏豪。如果想飞不要等，如果想哭不要忍，因为呢如果想飞呢，即是想靓呢，就不要等了，快点报名啦，即是已经来到啦。如果想哭呢，就不要忍了，因为可能攞不到奖呢就会哭了。非常好，这首歌可以形容他们让爱高飞。特别表演嘉宾周柏豪会送上粤阳隔空演出，加上两位本地司仪 Chris 同埋 B 超一齐见证新一届嘅冠军诞生。温哥华华裔小姐竞选2020总决赛，12月20号星期日晚上9点于新时代电视一台播出。